你们几个立即把人给我送回凤鸣渡，记住亲自叫到张副官手里。我去往西那边交接那个洋人。是，去吧。快！你们干什么的？飞龙！ 带枪的库里，还有车，给我搜！哎，误会，都是自己兄弟，谁他妈是你兄弟？退！这里面是什么？这里面都是一些山货，不值钱。山货？柳烟。 妈的，绑票的，给我带回去！带走！上车！上车！ 丢了柳烟，我得丢脑袋；美国人死了，我得陪葬。这闹的哪出？前面就是凤鸣渡，让兄弟们追上去。硬夺！记住了，不许伤着美国佬和车里那个女人，不许穿军装暴露身份。好，尸体怎么办？来不及处理了，带几个兄弟追。 老总，我们都是良民呐！少废话，你家里人都齐了吗？我们家里人全都来了。老总啊，我说，滚开！所有人都给我听着，全都出来，站在士兵视线之内，接受检查。过去，全都出来，站在士兵视线之内，接受检查。过去，检查。全都出来，接受检查。过去，检查。快点过去。 追什么追？你知道人家撤哪儿了？一会儿人家从后边端咱们老窝怎么办？没让十三中队和这帮刺客会合，咱们算完成任务了，剩下的让连长他们去。咱们不用操心。十三中队，咱们死了十个兄弟，人家才死了一个，只有十三中队有这战斗力。要汇报你去汇报，我先丢人。顺子，顺子。 不是来接中山大佐的吗？难道咱们要放弃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来会合，再撑下去会被敌方的援军包围。我们先进入山区隐蔽，只能等到天黑再说了。 停车！别动！
你是谁？我是约翰，在你的茶馆里养过伤。啊，约翰。我说，哎，醒醒啊你！趴下！这支枪送给你了，送给我。嗯，约翰，我想起你了。啊，我记得你有一把枪。对，勃朗尼。啊，约翰，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风铃柱，叫木良逢。木良逢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这就是我奇怪的地方，穆亮峰也以为你死了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约翰，追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自己得罪了谁吗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的记忆丢失了很多，以前很多事情我都想不起来了。还有穆亮峰这个人，你能告诉我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吗？太稀奇了，不过也许是好事，你可以和穆良逢重新开始。下车。怎么了，约翰？你认识到风铃渡的路吗？很快就到风铃渡了，咱们再往前开一会儿就到。没油了。还有没有别的路了？还有一条小路，就是不太好走。走。好。昨天还是热的，追，走，啊，快点啊！好好好，都放不了啊！哎，放心吧，放心。还有吗，黑子？没了，就这些了。五百弹。啊，没错，五百弹，还富裕了三袋，还是特派员有本事，没出三天就给我们拉来了这么多粮食。看来今年冬天不用为口粮发愁了。不是我的功劳，这是幺六九军馈赠咱们游击队的。雪里送炭啊，看来我们还真要感谢刘森军长呢。是啊是啊。政委，我先去把粮食入账。任政委，张觉同志的问题我已经向地委一五一十的做了汇报，用不了两天就会有结果下来，抽空啊，你帮我说说他，别对我误会太大。哦，黑子，各队通知下去，让他们抓紧时间来领粮食。是。这不是中山正大佐吗？对，就是他。他率领十三中队，在马来西亚逼停过一支满员的英军陆战旅。我们跟他呢交锋多次了，最后让他侥幸逃脱了。可是特务连的弟兄们损失殆尽。双方伤亡的比例是多少啊？之前是4-1。风铃渡东口一战战损比例10-1。啊，10-1。哎呦，哼，把马来之虎都调过来了，
这种天宫也太看得起我，是属下失职，救援来迟，所以导致宁师长他阵亡了。不，都怪我。遇袭后，我有点乱了方寸，轻敌了。要不是你跟穆良逢啊，我的尸首恐怕现在都僵了。军座。 传达我的命令。是。在全防区，加紧搜捕，一定要把外援之敌彻底歼灭。是。站住！这次特务连阵亡的弟兄，傅学金都要调高一级。另外，你和穆良逢马上带着人。 一定要把这个中山镇给我挖出来。是，报告。进来，去吧。没事了啊。伤怎么样？啊，皮外伤，不足为虑。日军有什么动静？前线相对平静，敌方至今没有大规模的军事调动。共产党方面呢？啊，游击队正在积极的备战。 日军在新大兴一线布下一支野战联队，但是忌惮我169军和王耀武29集团军的包夹，暂时没有收复失地的举动。哼哼，日本人要收到我的死讯，恐怕就要开始反攻了。哎呀，又让日本人失望了。属下想问问，牛师长殉国。 空缺的师长职位，您有没有人选？阵前义帅，军中大计。107师的指挥权暂时回归军部。我知道牛师长殉国以后，他手下的三个旅长都想当师长。 那就让他们拿出真本事来，谁想通过你来给我递话，我立刻撤了他的职。属下知错。张副官呐，副官本来就是一个是非的职位，你得更加慎之又慎。该归你的权利，我绝不会收回。 可是不该你管的事儿，你给我安分点儿。是。嗯。像敲山震鼓，你还不够格。 鬼子在面对新大兴，D 是教环线，布置了一个连队。在他旁边的林台地区，最起码还有一个大队的兵力，他们会随时向我们发起进攻。我们三个民团的人加起来也不足3000人呐，就算你的打法再灵活，可是要面对一个连队的鬼子，太吃力了。如果鬼子要打新大兴，我不建议应手。 难道说要我们拱手相让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先把鬼子引进来，通过有效的地势，然后将鬼子逐步歼灭。这不行，如果一旦打起来，整个新大兴就会沦陷，那当地的老百姓怎么办啊？能不能把群众调动起来，先把这些可能成为战场地区的百姓全部迁出去？就算各个村落同意的话，上千人呢？ 这个数字太大了。哎，那个废弃的日军基地呢？那个山谷易守难攻，一旦打起来的话，不但可以用来藏匿老百姓，必要的话也可以当做我们游击队的大本营啊。好，这个办法好，我们立刻准备。你不能进去！你不能进去！哎，宗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宗明。 你怎么回来了？柳岩，柳岩被人绑走了，被谁绑了？我不清楚，好像是国民党的人。
你确定？我看见了国民党兵的尸体。尸体？啊！薛云，你叫几个人，我们立刻下山看看。是，不行。如果您贸然下去的话，如果国民党那边知道，可能会惹起不必要的麻烦。那柳岩怎么办？你别急嘛，这不是在想办法吗？到这时候了还想什么办法？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下山去考察一下。 如果真的是国军绑架了柳岩，我会以地委的名义进行协调，好吧？铁铮，准备一下，我们这就下山。好。哎，我给你一块去。哎，不用。行了，你下去还不够添乱呢。薛云，把他给我看住了。好。你走。各个队，走走。调派50个人，立刻对山谷进行布置。是。镇子就这么大，所有的民宅呢，我都搜过一遍了。 还是找不到啊！真是邪了，他们能藏哪儿去？哎，你别糟蹋绷带啊！不是，连长，咱东边战争打的实在太难看了，咱要身上没点伤，实在说不过去。那也别来假的呀，阿贵，给来点真伤。哎，别！我不装了还不行吗？这闲的你。 那你觉得这中山正得伪装成一个什么样的身份，才能不让咱们发现呢？哎，对了，咱当初不是扮汉奸才打入鬼子基地的吗？你说中山正他会不会？那是有例子作用。中山正有什么？大白天的，就算他穿着咱的军装，咱一眼都能认出来。哎，坐坐坐坐坐，躺下躺下。麻烦嫂子了。别客气。嫂子，你真是日本人啊？ 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。我们刚才被日本兵打伤，又被日本的嫂子救治，是有些怪怪的。我不是军人，我只是普通的老百姓。军人没有选择，但我相信老百姓都是不喜欢打仗的，所以，请你们以后 不要再把我当怪物看，拜托了。你这儿也有三把火，什么三把火？我估计是他多心了，大家就是好奇，谁还存心拿他当坏人？哎，那肯定。那这事儿放咱们这边就容易了。 可要放栗子那边，肯定不容易。你想想，现在在他眼里，咱们这群人全是外国人，他不得处处防着点啊？对呀。对什么对啊？身边全是外国人，他混不到中国人堆里，他只能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待着呀。说的容易。 以前还可以，可现在部队扎在镇子上，哪还有没人的地方？肯定有，只不过就是咱们还没找到就是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干什么呀这是？这么多大老爷们还轮得着你啊？你们一早上都去搜人了，我到哪儿去找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儿啊？这不都回来了吗？哎，给我。都去搜人，军营肯定是空的。太不可思议了。怎么了？通常人们还能在山林里找到路的，可是你好像很熟悉的感觉。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来过，但是我记得这条路。约翰，你看。哦。来。
爷爷，这就是柳烟。哦，柳烟姑娘，哎，来来来来，快进来，屋里坐。柳烟，想起来这个地方吗？啊，这是穆良凤的家。什么？不用这么看我，这就是穆良凤的家。穆良凤的家。这就是他以前打猎用过的枪，我还记得他第一次救我的命，就背着这把枪。第一次？哎，就在几天前，我又被穆良凤救过一次，不过这次我是清醒的。不好了，他们来了！啊！柳烟姑娘，你们先坐着，我到后山捡点蘑菇，一会儿回来炖鸡翅啊。约翰，从后山走。从后山跑了，追！快！小队长，前面就是密林了。进去就安全了。山里有人住，不熟悉环境的情况下，尽量避免节外生枝，绕开有人烟的地方。嗨，走。追那两个人，太冒险了。去看看那些都是什么人，怎么会被对方追到这里？走，哎，
别是游击队。游击队什么时候也就装备手枪和丝灯冲锋枪了，令人费解。这条路过去是什么地方？是从西边去风陵渡的路。还有一个多小时天就黑了，时间对我们有利。走走。回头往回走。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？长官，我们什么也没做。这儿发生什么了？没有啊，什么都没发生。娘的，还几处军营？三处，都在什么地方？东边两处，西边一处。直接查东边，那离洞口近，方便中山正撤离。不，查西边的。为什么要查西边的？我了解中山正，如果他要撤的话，早就在东口援军上来的时候就已经提前突围了。他这次来的目标是我们军座，如果不达到目的，绝不会放手。所以西边的可能性最大。对，说的没错。要不你们俩查东边，我查西边。不，听你的，查西边。走。走。几点了？5点半。睡了这么久啊。穆良逢再笨也该猜到个大概了。快都跟上。穆良逢上尉是我的好友，你认识他吧？看到没有，穆良逢在这个部队很出名的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你真的没事吧？我们这样行吗？很合适。就算穆良逢他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样子，想在一天之内把我们的照片贴满整个卫戍区，没这个可能。终于回到风陵渡了。穆良逢救了我，我救了他太太，算下来应该是他欠我才对。太太，我们结婚了吗？看来你真的想不起来了，他跟我说过的。当然，在我们那些大兵里，如果说有妻子的话，那就贬值了。啊？我不确定，如果救回一个人的妻子会得到感激，我们那些人都会在外面声称自己是单身。那你呢？单身。所以你也不确定穆良逢到底愿不愿意见到我。你呢？我也不知道。这就是战争带给我们的唯一的乐趣，大家都有了重新选择的机会。是以绝对是个非常好的选择。我也多想自己也是一样，把所有的苦难全都忘掉。可是也会忘掉很多幸福。苦难比幸福多得多。
约翰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不要担心，我这样的洋鬼子在国统区很吃得开，而你还是英雄连长穆良逢的夫人，这样的组合已经可以在这里横着走了。穆良逢这个人真的很厉害吗？当然，不过我也教过他枪法，这个你可以作证。虽然我的记忆有一些恢复了，可是穆良逢这个人。 刘烨，刘烨，你醒醒啊！小木，这里交给我跟教子龙吧，你先回去照顾他们。 阿贵和顺子已经到了，中山正跑不了了。小木，你别操心了啊！中山正是我的。小木，别逞强。你们俩把那个洋人送到军部医院去。是。你们俩把李云送到茶馆，亲手交给栗子。是。 好了，都别看了，早点睡吧。睡吧睡吧，行。你干嘛呀？丢人现眼，那可是咱连长的老婆，你有你那样看的吗？又不是你老婆，管得宽了还。但凡我爹有点本事，我也不至于这么大年龄，连女人都没碰过。哎呀，关你爹屁事啊！人家连长也没了爹。
还不是一口气儿去了仨呀？仨？头一个呀，是猛子连长他妹。第二个呀，叫柳烟，就是这茶馆以前的老板娘。这第三个呀，才是现在的东阳嫂。没见到前头两个呀？哎，娶一个死一个，咱们连长命硬着呢。哎，听说呀，他把自己的亲爹都给克死了。哎呦，这！哎呀，哎呦，嫂子，我们没别的意思啊，就是随口聊聊。快睡吧。哎，好。嫂子，这是穆连长让我们交给你的。柳烟，嫂子，啊，你怎么了？抬楼上去吧。哎，快快快，轻点。不许动！从山林那边突围。大佐，走。大佐，走。杀！封锁他们东边的退路。这个阵地绕过去，绕，绕。听小木的，这儿有顺子和阿贵够了。最后一站了吗？看来中山正被逼急了，顺子阿贵那边推进很艰难，是时候了。越是过地里的肉，最后吃起来才越香。